那快叫人给我弄碗水喝，我渴坏了啊！本县正堂从不备茶，那总得叫人给我搬把椅子呀。今天我可是累坏了。本县正堂也从不备多余的椅子。啊呸！我刘某人放着平王府的大总管不说，那我也是堂堂的东厂五品官绅呢。 今天你不茶水，不椅子伺候你刘爷，你就甭想听案子。既然刘管家无心谈案，那就请退出本堂，本官还要继续审案。公堂之上需要安静，请刘管家退出本堂。我受平王爷委派，特来督案。我看你们谁敢造次！哼，都说你冯大人是头犟驴，我今天非掰一掰你这股驴劲儿！ 冯县令，你点灯熬油的苦读十几年不容易啊！小心，可别把你的乌纱帽给丢了。哼，大胆刘安，小小的无耻家奴在本堂之上是胡言乱语。告诉你，辱骂本官是小，小乱朝纲是大。来人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拉下去，给我重打20。是。好啊，姓蒙的，有你胆大了！东西，有你胆大了！ 有你胆大了！哎，大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报你的案子。嗯，怎么是你？大人，能不能到后堂？小的有重要的话跟你说。待本官审案此案，再讲不迟。审完再说就晚了。大人，听小的一句。 我是红头，大人，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本官正在堂上审案，你是死活把本官叫到此地，是何道理啊？大人，您别生气啊。小的不怕大人怪罪，我是怕您呢，因为这个案子惹大祸。本官一律办事，何来大祸？小的跟大人有些日子了，也知道大人的脾气。别怪小的多嘴，大人您可能有所不知，大兴乃是荆南重地，您这个县官不好当啊。小的在县衙当差10多年。 已经换了7、8个县令，就因为这一带皇亲国戚甚多，稍不留意便有得罪。今儿您把刘管家打了板子，俗话说得好，打狗还得看主人呢。就说这平王爷权势齐天，现如今哪个敢得罪他？本官尚为皇上办事，下为黎民做主，有什么得罪不得罪的？再说了，这个案子跟平王爷有什么关系啊？大人，这刘安怎么一查一个准啊？ 这里边会不会有什么名堂啊？这车眼可牵扯着俩王爷呢。大人呐，小的可是担心您陷进一个大的漩涡里了。红头，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班头，竟然有如此见识。不过，本官要你记住一句话：正所谓，文死谏，武死战，这才是做官的根本和责任，你懂吗？ 既然本官坐在这个大行公堂之上，只思皇恩浩荡，不想其他。若真如他们所说，寿王爷跟范思言有关，那本官绝不会放过。若没有此事，本官更不能妄加之罪。若是有人胆敢栽赃陷害寿王爷，本官定严惩不贷。 哎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哎，这不是刘安吗？怎么回事？王爷，奴才查案报案，却被封印给打了板子了。哎呦，这大小姐简直是太岂有此理了，居然如此不分青红皂白！来来来，快起来，还在蒙府里啊，起来。 可把龟孙子吓成吓得太狠了，奴才扎不起来呀！快把他扶起来，打得好，把你的换水打出来才好。哎呦，慢点！哎呦，疼死我了！二位王爷来到县衙有事儿啊？啥愣着干什么呀？还不让你们县令滚出来接驾啊？让他滚出来！你这不是太仗势欺人了吗，平王爷？咱们今天来到大兴县上，就是希望能跟官府讨个说法，怎么能让县太爷出来迎接咱们呢？ 鼓槌给我，二爷，我得按照程序击鼓鸣冤，
傻三儿，傻三儿过来。哦，你就拿这鼓棒，使劲打这大鼓。好嘞。哎，刘文，啊，你让人打成这个样子，你冤不冤呢？哎呦，奴才冤大。那你也急功近利冤呐！啊，去！我，可奴才没有急功的家务事儿啊。你这个笨蛋呢，难道让本王把你这两个王八爪子砍下来当鼓槌啊？啊！脱下你的靴子，现成的鼓槌啊！跳啊！快，快把我靴子脱下来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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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
冥王爷，你人够聪明啊！我是，哎你。